这个就是我昨天扣在蜜皮上的新蜂王，这个蜜蜂好像已经在喂它了，没有围它。我们看一下，然后要先把这个王台全部清理干净了才能把它放出来。这蜂王还在里面爬，现在我把王台给它清理掉，这个王台必须得清理干净啊。现在来清理这王台，全部给它破坏掉，看王台必须全部破坏掉。好，这一批清理干净了，大家看这些王台必须得全部把它清掉啊，把它全部给破坏了，破坏了一个不剩。好，现在这个王台我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来放这个蜂王，我先把蜂王给它取出来。好，这个蜂王我已经把它取出来了，我准备点蜜水把它淋一下，它们好像在攻击这个蜂王，给点蜜水把它淋一下。好，用这个蜜水把这个蜂王淋一下，然后先盖起箱子。好，先盖上箱子，等会再来看一下。现在过了半个多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围王，应该不会围了。现在提皮看一下，找一下蜂王，他们还在围王。哇操，大家看见没有，他们还在围王，这里还在围王一大坨。现在我要把他们搞得他们散开才行，看见没有，底下这里还在围王啊，在这个位置他们还在围王，蜂王已经被他包围成一个球了，我要想办法把蜂王给解救出来。这个蜂王又被我扣起来了，这一群太难戒了，大群戒王真的太难戒了。这个蜂王别跑了，我把你救出来，你可别跑。哇，蜂王掉到底下去了，完蛋，这下死定了。这个蜂王多数被我玩残了，这个蜂王命苦啊。接下来这一箱的王还要给他找一下，因为刚刚出现围王，然后我把蜂王抓起来的时候不小心松手了，他又掉下去了，估计现在在水深火热当中吧，所以还是要把他找一下，不然的话他就要死囚在里面了。他们还在围王，大家看，我发现他们还在围着这个王，你看这里一坨，我要用蜜水把他们打散。死死地咬着这个蜂王，好，我又把它扣起来了，明天才来借。这个新王的命真苦啊，被折腾了这么久还没被接受，我还是把它插在蜜皮上吧，太急了，明天才来，后天才来借了。哦，又掉下去了，哎呀，这个蜂王命真苦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曾过瘾。这个小群的戒成功了，大群的围了两次王，蜂王的差点被他围死了。这个新王实在命太苦了，小群这个戒老王的，我用蜜把他一打失身，然后放进去他就接受了。这个小群呢，还是昨晚才把这个新王给扣起来，然后放了这个老王进去，只在里面挂了20个小时，气味就给他混合好了，他们就接受了。这个大群这个我太急了，我应该是48小时之后才能把它放出来，那样更容易接受一点。我在里面也是插了24小时之后就把它放了出来，就刚刚的那种画面你们也看到了，围了两次王，倒了好多蜜汁它都不接受，哎，没办法，我又把它扣起来了。24小时，再等个24小时，我们再来借一次，明天或者后天再借一次。这个新王命太苦了，被我折腾了一个下午，不知道有没有把它折腾残疾了，哎，失败失败，他们居然不接受，我也第一次看到什么样叫围王，直接裹成一个球，然后抱得死死的，蜂王动都动不了了，在那里挣扎。好吧，这个新王我们再给他扣个24小时或者48小时再来借。好，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麻烦点个赞关注一下，谢谢。